勾芡的时候呢，你看一定要使用中锋，啊，行李要稳，因为我们稿子已经刚才都做了，那么就在下笔的时候一定要胸有成竹，尤其这些长线要一次给到，啊，你看这个外面的结构，在转折的地方要换一下笔，但还是要中锋，啊，一定要中锋。那么先画外，这个长这个衣服呢，顺着衣服的走向，这呢是一笔。那么这边的肩膀，下转折，带下，行李一定要稳。注意不要用侧锋，因为侧锋出来是扁的，感觉是扁的，一定要使用中锋。中锋呢，是感觉是圆润的。